我是现场解说中投陈佩，白敬斌对南方非常非常炫目，因为很少使用。哦，这个下去得打。哎，接腿。哇，这个转身。哎，这两个膝还是白敬斌还是挺。靠边腿，看。哦，原来一个踩。哎呀！高边腿刚讲，他学到了。这个高边腿太有。对，太漂亮了。相当的严重。那那个医生在用这个，带有迎击的特点。他当场进攻。那么，白敬斌就获得了 WLF 世界。哎呀！台长周贤安先生以及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认证委员会的主席。